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典礼及新年团拜于46年元旦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，蒋总统亲临主持。在团拜仪式中，全体人员先向总统鞠躬致贺，然后相互一鞠躬。总统并当众宣读告全国军民同胞书，期勉全国同胞竭尽责任，促进反攻复国的机运。全体人员举手高呼总统万岁，纪念仪式在狂欢的气氛中